这是陈凯八卦山的介绍，啊，它有1800年的历史，红尊只有800年，西帝1000年，它就1800年。我们现在跟了一个当地的司机，然后他带我们去一个本地人才知道的景点，叫廊桥。我们现在去廊桥看一下。去廊桥的路上，先会经过一大片的菊花园，现在正是菊花采摘的季节。是多少钱？300多。300多一斤啊。看这个农民伯伯刚刚采过来的。这个就是摄影地著名的廊桥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哦，哇，没有人。没有游客来吧？没有，他们不知道吗？这个树它春天夏天都是绿色的，然后到这个季节才是金黄色。它这个纸呢，以前不是有蜡烛吗？它这个东西拿来做蜡烛的。